这双鞋我也特别喜欢，前两天逛街的时候，店员还跟我说预定的全都没到。你下手也太快了吧！就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，我好久都没有给自己买东西了，活的都不像我自己了，所以刚刚去店里买回来，这才是乔安。哇，完美，完美。 陆总走了，还说呢，他以为你这蓝皮稿肯定黄了，自己跑到我爸那去承认错误去了。他这个人吧，别看平时还挺苛刻的，真遇到事儿了还挺仗义，别的上司都是找下属去顶罪，没想到他还帮你扛事儿呢。 乔安，我挺佩服你的。我不要你佩服。那你要什么？让你信任我很难，让你爱我也有点难。但是我愿意相信你是理解我的，我也愿意相信我来奥利斯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 为什么相信我会理解你？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值得拥有。我知道你要什么，而且你很担心，你要我爱你。你多虑了。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少一点爱，也许会相处得更融洽。你说呢？嗯。我们再也不要联系了，最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你就别半夜喝醉了酒跟我打电话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想见你，我想见你。 你又本事就别开开车呀！行了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再也不联系你了。以后你跟宝宝唱歌喝难受了，别给我打电话，我还得不会给你救场。我还真不想叫你来，是他自作主张。我哭，我不是我下了眼怎么看上你？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因为你是谁呀？这些年我宁可我躺在床上，我是一个植物人，我起来之后我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你居然有脸说这些？你高考击中，我们当时为什么分手？哎，有什么话？ 有什么话说的？这事谁话尖谁心里清楚。你偷偷联系你前男友，你知道我哥们心里多难受吗？年轻又不是包的，你搞搞清楚。如果你全心全意对我哥们，我哥们会去陌陌上找别的女人聊天吗？还有脸说什么陌陌聊天呢？你为什么不说拿份 iPad 当这么多菜呀？我就下了一个APP，你们就做出轨，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跟我前男友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拿出证据来啊！手机拿出来！手机我不是没给你看吗？手机拿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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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等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不会我回去睡了6个小时就成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了吧？你看这忙的，我不知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的眼睛出卖了你，说。
Paris出差要剪了。Paris? 不是笔稿都结束了吗？他还想怎样？不是他，是之前谈的杂志版面不让咱们做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了。 乔安，我正在找你，把东西收拾好，马上跟我走。单子不都已经签完了吗？为什么出这种问题？其实当初合同呢，签的是5配的广告页面，但是 F Magazine 他临时取消了3配，没关系，下午3点我约风尚，争取3配回来。这个版面是我们之前签过约的，这属于违约，不讲道理。其实他们也没有违约，他版面还是给了我们公司，只是。 他给的是 Steven 的新广告，你又不是不认识 Paris 爸爸，反正能造成的损失他们会赔偿。看起来像是大家闺秀，谁不是那么小气？啊，我手上还有工作要做，可以换人去吗？ 不可以，只用他查过，这次找你呢，就是因为你的港澳通行证还在有效期内啊。那你有没有提前跟我说是去香港啊？我是你没有仔细听我说话，一上车我就告诉你，你有听说出差人选地方了吗？叫你去北极你也得去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讨厌香港？你知道英国有个撒切尔夫人，她在香港。 给了个举世瞩目的大跟头，就算你是他，你也得去，走吧。那我可以不去吗？可以啊。现在就回去，把你的辞职信寄到我邮箱。拜拜。喂。喂。就不去。 哪里知道，乔安在那里，彻底断送了跟陈潇的感情，以及另一个自己。拿下来看一眼。嗯。每次都在上海，咱俩得好好庆祝。这个都赶不上八卦节奏了。嗯。 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你好，服务员，给我来这个2份极品雪花肥牛，再来一份这个黑毛猪颈肉，再来一份秘制牛舌。嗯，哎，你喝粥吗？不是那么多菜了，再说吃火锅哪有喝粥的呀？嗯，再来3碗南瓜粥。嗯，谢谢啊。 哎呀，你是赶上屁哥的节奏啊！你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同学呀，毕业之后都各忙各的，这大家都不联系，感情就淡了，所以呀，所以你就比猪还能吃了。所以我举办了一场同学聚会。同学聚会？嗯。把大家伙都召集到一块儿。嗯。都谁去？这江浙沪的呀，基本上都来。 哎，北京的小林来，青岛的丸子也能来，重点是某位同学也要来。我就知道，哎，你不就是想约着徐浩制造见面的机会，让我们给你当掩护吗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人家都是一个人去掩护一个连，你让一个连去掩护你一个人，真行！<笑>哎呀，我这不是目标大吗？这不掩护不了吗？这倒也是。 卫东之类的去吗？他就在上海，他当然得来啊。那个卫东要是去的话，我就不去了啊。那个我们呀都分手很长时间了，去不合适。你这可就不合适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举办这次同学聚会啊。
主要一半也是为了你。你说你们俩都这么多年了，老夫老妻的了，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呀？坐下来好好聊聊呗。那个，我们俩人吧，真的不合适啊。啊，谢谢你的好意。聚会呢，我就不去了啊。咱们俩今天就当提前聚会了啊。来来来，喝一个。嗯，你可别这样啊。这你要不去，这我一个人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么多人给你打掩护呢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那可不成，你必须得来，你可是我爱情军师。军师自己都翻船了，帮不了你。哎，再说了，胖妹，你说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事儿你没做过吧？啊，那时候他没钱，你偷偷买了盒饭送到人寝室门口去。他喜欢乔丹的篮球鞋，你四处去打听他那鞋号去，你丢不丢人啊你？还有什么春游费、秋游费、班费都是你掏的吧？你别告诉我，这次连咱们班聚会又是你拿的钱啊？这他们家情况不是一般吗？哎，这咱们都是同学啊，这互帮互助，共同进步啊。不是你当你自己是救世主啊？仗着自己家生意好是不是啊？啊，当了资产阶级暴发户了就要拽着他奔小康，人愿不愿意让你拉呀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说咱们都已经毕业那么多年了，那没准他都已经交了好几个女朋友了，结婚了，养了好几个孩子呢，是不是？其实我都知道，你们呀都觉得这么多年了是我暗恋他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他不也没说不喜欢我吗？我就觉得我跟他还有希望。这次呀，我就是也想问问他，如果他不喜欢我呢，我就翻篇了。我这青春呀也算没白过一回。但他要是说喜欢我的话，我就跟我爸妈再申请一笔钱，我就投资他开一公司。他让你投钱给他开公司呢？我靠，现在小白脸赚钱真够好赚的呀。他压根儿就是在意你的钱，他压根儿就不喜欢你。可我喜欢他呀，你说这么多年了你们不都看着了吗？这次聚会我就想好好问问他，我对他这么真心，他凭什么就不能是我？刚来。行，我陪你去。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，我那么真心，为什么就不能是我？就是。帮我看一下数据。我要找你聊聊。我们不是说好这次出来是和大家开心的，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。不开心的事不是不聊就没有了。你想太多了。难道我们现在不好吗？我们现在好吗？我想问问你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干嘛呀？我还要感谢你啊！如果这个位置留下来让你太为难的话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乔安，你刻薄起来真的挺让人反感的。是啊，我是反感。你把你成天捧到天上去的女孩就不反感了是吗？你父母说的对，我这样的女孩不值得你对我好，你也不会对我好是吧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的教养呢？优雅呢？都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是，你优雅，你有教养，你办的那些丑事你就全部可以用你贪玩就把这事全部都埋下去，那我呢？
事无巨细，每件事情我都要考虑的仔仔细细，我才配跟你在一起，是这意思吗，陈潇？如果你非要这么不讲道理的话，我真的没什么话跟你说。我还不想跟你说话。不闷吗？出去看完没有？什么数据啊？就我跟。啊，你给我五分钟时间，我马上看，先马上看。我说过，就算我们这辈子不能在一起，我也爱你，一辈子都爱你。因为你明天就死了。他们很在意是礼节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。你在哪儿呢？我为什么今天在公司找不到你啊？香港。我去！我一会儿找不到你，你竟然跑香港去了？啊，你玩移情换影呢？移情换影你也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你跑香港干嘛？那不是你卖狗卖成的地方吗？你干嘛要去那儿？不说了，再见。麻烦你。注意力集中一点，明天就要签约了，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。
这是我自己的 case， 我会好好跟的。你确定没有问题？当然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什么时候让我放心过了？乔小姐，你跟林梅那一仗打得可真是精彩纷呈，让你在广告圈一战成名。今天见到本人，的确不同凡响。实在不敢当，其实我们也是情非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小娟是没办法控制的。非常感谢贵刊对我们的帮助还有支持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伸出援手帮我们一把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所以我们一定会给到大家最好的回馈。关于合约的细则，大家重新审查一下。乔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可能需要失陪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乔小姐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有没有打印的地方？对不起，我听唔大明。啊 ，sorry， 打印。哦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呢度唔提供打印服务。OK，OK、okay, okay. okay.。Sorry， 边个嚟朋友啊？诶，你出左门往右手边行两个路口就系啦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诶，唔该晒。在哪儿跌倒了？阿姨，不好意思。在哪儿爬起来？这句话十分不切合实际。在现实生活中。我们往往是在哪儿跌倒了，每次走到那儿，膝盖都会变成全自动打软模式，还会在那里再跌一跤。哎，你这怎么样？哎，行，他女朋友挺好。希腊，喝水。喝不喝？喝，喝，喝完。泡面。最近忙什么呢？你最近挺好的。啊，那个公司同事吧，还老提起你。提我什么呀？提我当时怎么被小三上位的？还是提我在办公室撒泼打滚的。哎，那什么，听说你那专栏写的不错。不是魏东，咱俩能不能别没事在这找话说呀？有意思吗？彭佩，水给我拿回来。准备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啊，你来低点。我让你，我这第二个。哎，彭佩。嗯，正好、啊。等会儿咱们俩人去做那个两人坐的啊，这样的话咱们两人体重能够均衡一下。那不行，我要和徐浩做一个，好不好啊，徐浩？这是卡丁车，不是碰碰车，大姐，这个是讲个人技术的，这咱们一人一辆比赛。哎，好、啊。好吧。嗯，哎，我们听徐浩的。听什么听啊？多浪费钱、啊。一人一辆吧，我觉得挺好。嗯，一人一辆。啊。等等我，徐浩。不是你看不出来啊？你千万别说我让你。徐浩，你坐哪个？咱俩坐这个吧。一人一辆，你来这个。好。胖妹，拜拜。啊！你等等我呀！
车动不了了，你帮我拉拉拉拉一拉。哎，啊！天哪！哎，拉拉拉！不动啊！哎，可以啊，美女救英雄啊！哎，过来帮忙啊！半天不蹦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就，嗯，要不然你开我车走吧。对呀，我开你车呀。正好你带着我。不，不行不行，你加我的重量，这个会超重的，不安全不安全。你好你好，在后面啊。头盔头盔头盔。啊，拜拜。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自己。是我没有调整好。我看出来了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你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么差。是我的问题。本来就是你的问题，难道是我的问题啊？哦，的确是我的问题，我太高估你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扣我这个月的奖金。我不想扣你什么奖金，我不喜欢惩罚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从现在开始这案子你不用跟了，自己买张机票回去吧，我不需要你了。老板，路上小心了，注意安全。谢谢。Thank you.
感觉像是还能不能走路。走开，我好得很。你要是这样没死，继续死来。不要等我，我准备找人带我们上山。要去就去。小安，你这不疯了吗你？对，我就是疯了。干嘛？你怕了？当初要在一起的是你，说我贱的是你，要来死的是你，说不死的又是你。没关系，你贵公子不想陪葬是吗？我自己去死。你怎么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没点对不起你吗？对，我明明知道大尾巴背着你在调查我，明明知道。你说现在不是身上，我全军把其他女人带回家，陈少君什么意思？那我所有都病治的替罪羊是吗？嘴上喊着你滚，心里却小声地说着你千万不要离开我。他想在山顶许个愿望，希望前一秒还狰狞着说不再爱自己的人可以和他白头偕老，真正幸福。可是天不随人愿，他没有死，陈晓也不再出现在他的生活。熊经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跟我一起入住那个乔安乔小姐，她走了吗？刚刚我看到她回来，然后她的车上楼顶，还带……哦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你一定觉得我很好笑吧？你第一次，应该是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过一个名字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名字，我丢掉了自己。我今天上山就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过这个坎儿，结果我发现我是不行。不用那么自责吧？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《特洛伊》？《荷马史诗》里面的英雄 Achilles， 他都有个脆弱的一个后脚跟，更何况是你。我今天跟你有通过电话了。我今天态度不好，我不知道香港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意义啊。香港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死。我跟他是在香港分手的，当时我们一群朋友来香港旅行，其实我跟他自己心里都清楚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分手旅行。
他为了向我证明他带其他女孩回家过夜，他照样爱我。他为了向我证明他爸爸妈妈竭尽全力地调查我，把我的身世调查得柳朝天，他还想要继续这段感情。他真的想要以死来证明他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。所以我们就上山飙车，听起来很幼稚吧？最后我受伤了，他怕了，我知道他会怕，他怕死，怕受伤，怕他爸妈，怕负责任。最后我也没死，他也没死，唯一死的就是我们的爱情。是觉得爱情就让你一个人吃过亏吗？活这么大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谁没失过几次恋呢？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听听老人家的失恋故事？哪一件？最惨的那一件。我青梅竹马，当年所有的钱都卷走了，去了国外，嫁人了。原本我一直以为我最在意的是利益，直到我发现我失去他的时候，我才发觉我不是那么在意我穷不穷，我在意的是我不再拥有他了。不得不承认，感情就是一种习惯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对方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你会觉得你们在共享同一个灵魂，相似又密不可分，又完完全全的属于对方。可是不想到会有分离的一天，所以当那天来临的时候，噗，啪，这个是在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我每次出去呢，都在找这种款式。后来过季了，我还托朋友到国外帮我找。就这同一款式，我一戴就戴了好多好多年。如果你的事情你都走不出来，那我怎么可能走到今天？
你爱他的，他给他的，他爱他的，他忍不住问你爱他的。